大家好，我是 UFO， 这里是企鹅酒店的自助餐厅，然后呢现在也有午餐啦，大家如果担心晚餐会跟烟花有冲突的话，可以选择午餐哦。走，我们现在一起进去看一下。这里就是企鹅酒店的餐厅啦，大家看到没有，在里面用餐呢是有一些可爱的小企鹅一起陪着你们一起吃饭哦。哇，好可爱呀，真的太可爱了这些小企鹅。走吧，我们一起去看一下有什么丰盛的菜色吧。哇，小龙虾里面有各种各样丰富的美食，海鲜呀，然后熟食啊，肉类啊，这一些还有可爱的糕点们，水果呀，饮料呀，应有尽有，还有冰淇淋哦。里面的一些糕点都是非常适合小朋友吃的，然后海鲜呢也非常的新鲜，里面的品种真的是非常的丰富，大家赶紧来企鹅酒店陪着小企鹅一起用餐吧。